Thank you.
Thank you.
现在让我们关注天气预报。今天全体全岛局部多云，中部将出现雷阵雨，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29度。出门的朋友要记得带伞。在这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晚安。关注天气预报。让我们关注天气预报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现在让我们关注天气预报。今天全部全岛局部多云，中部将出现雷阵雨，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29度。出门的朋友要记得带伞。在这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晚安。关注天气预报。现在让我们关注天气预报。